咱们挑战队派人吧，好不好？派人可以。好，这次我队长先歇着。好，啊，我派出我们队的小聪明。晶晶姐，潘叔，我们来了，来了。这有点难啊，还是潘叔专业啊。你看这个角度。 有请模特退场。好，我的腿。好，挑战开始。七个字儿，一个。晕了。好好听歌，好好听歌。这不雅，这去。快推，要推，推门。 推门，多少？七个字儿。赶紧数数。我没有猜错的话是忘了。太多字儿了。我给你请一个外援，好不好？行。来来来来，赶快。可以可以。我没看。 没看到，队长，赶快！我一个字儿都想不起来，一个字儿都想不起来了。怎么了？好像是这样的啊，来，开始。啊，想起来了。对。有有有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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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！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个动作有，确实。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 好，来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忘了。好，换。哎，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哦，对。然后，不是，然后什么来？还。 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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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想不起来。<笑><笑> 我是一个复读机啊！低估了我们海燕姐的智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第二个字儿我知道。其实我们海燕姐根本就不需要看你们的动作，她凭内心就能判断出对方出的是什么。第二个字是里，里，哎，里外的里，我觉得。哎。 我负责任的回答，有这个字儿。里子嘛，他说。对，但第几个位置在我不敢说啊。第一个是表，不是，确实是。绝对不是表，手镯、皮肤。我觉得这有点难为了啊。嫩，有觉得这样，海燕姐，你只要能猜出三个字，我都算你挑战成功。里，一个，好，这个是女，哎，咦，还有一个，补。 答，这是答，不对，裂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，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这个。嗯，没。哎，没。回答错误。没理儿，没面儿是吗？没。回答错误。来，有请薛晶姐来上台，把刚才那个动作重复一下。其他几位也看看，特别是金明，一个都没记住。真的一个字儿都没记住。来来看看，再看一遍。第一个字，哎，搓。哎。 泥儿，不是，没有这个，我当时演的就是这个。搓，东北话搓下来那个东西叫什么？泥儿。东北能叫泥吗？东北搓澡。搓。第一个字儿，搓。叮当傻了，怎么能有这种字儿？第二个字儿，我是这样的，第二个字儿啊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天。
没有没有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。春天里，对了，然后是春天里头，对了，春天里头，春天里头下雪，下，对了，下下什么样的？春天里头下大雪，对了，春天里头下大雪。怎么样？你，那到我这儿咋都有这个？